喝这个。哇，好清甜。神器。肉饼的每一面都要煎到283秒钟整，记住不要吹太干，不然海藻会变得脆脆干干的哦。面包、肉饼，接着是番茄酱、芥末酱、双份洋葱、生菜、奶酪、西红柿，最后面包，就这顺序。双份洋葱马上就来啦。好久不见，姐妹你咋这么肥？紫电这零食上瘾，